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9日系四月九号到礼拜五啦。咁今日咧又出现咗行情，基本上系跌嘅。咁就成形成咗就系升日，唔系应该系跌日，升日又再跌啦。咁其实嚟嚟去去都好咧，我哋睇到都系有几样嘢嘅问题，一如好似琴日所讲一样。